公元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0个年头。重庆大学城的郝教授告诉我，市民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老。美丽乡村建设的结构性需求必将推动一场以城市富裕劳动力为主体的反向迁徙。自从我在武陵山区遇到一个北大养蜂人之后，我开始觉得郝教授确实是个好教授，比18梯的那个李半仙儿要靠谱得多。这个故事必须从2018年的中秋节讲起。那天晚上，我们在武陵山拍月亮。马啥子？哪里？哪里？哪里？啊！我，这，啥子都晃，整啥子玩意儿啊？哥，这意外的。你身背啥东西啊？不是不是，木砖的。挂在树上的女孩叫阿文，她说：“只有坐在秋千上飘扬，才不会辜负这一年一度的好月光。”虽然腿上可能已经勒出了血印子，但是冲着朋友圈里的300多个赞，再疼也值得。我们和阿文的相识就是这么的惊悚，他没有嘲笑我们的胆小，也没有怪罪我们的打扰。他说他就是这座山上最大的王，统领着1000多个甜蜜的部落。在去封城的路上开车，马上打迷了噻。北大的都不能养蜂吗？哪个说的嘛？看来你对诗和远方一无所知。哎呀，你又在说那个？哪里有男朋友嘛？分都分了，前几天才把我甩了。这个好巧不巧的电话，另一端有没有人接听我不清楚，但我确实有意无意就知道了他毕业于北大，重庆城里有爸有妈。好，哎呀，你们不要觉得我做那个事情是因为他，麻烦你转告老潘，喊他不要自作多情。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阿文是北大毕业最早的一批90后，他说这辈子干的最有气概的事情，莫过于把曾经的许姓首富变成了钱老板，自己创业也没有用父母一分钱。他还说人生最惬意的幸福，莫过于在晚霞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小木房，不被爹妈催婚，无需上班打卡。一路跟随，我再也克制不住记录的兴趣。这份兴趣不在于它长得美，只出于我想得美。北大和乡村是我无法抗拒的时代旋律。出境封场，
阿文全力以赴配合拍摄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大部分取景构图基本不用导演操心，我说尽量不打扰他的正常工作，他说这就是他的生活。虽然演技还不专业，但是正在抓紧阅读演员的自我修养。注意站队，不要怕哦，不要怕噻，我们两个人。阿文养蜂的原因更加令人感动，他说一年以前为了买5辈子蜂蜜给爸爸做药引子，他只身走进武陵山，发现这里正在脱贫攻坚。然后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开始回荡，北大人不只属于小家，更属于国家。然后他就以保底分红的方式拿下了这个政府扶贫项目10年的经营权。一个老板，一对夫妻员工，1000多群中华蜜蜂就是蜂场的全部。武陵山区的养蜂人大多看不上春天的菜花蜜，独爱秋天的5辈子，所以眼下的彩虹蜂场只翻蜂不打蜜。刚哥很谦虚，虽然也是从30-40群大厂子里练出来的高手，但从不吹嘘产量，只说爬树的本领很高强。阿文保守地算过一笔账，一群蜂产20斤米，一年至少7-8吨。现在春天了，然后呢，蜂网都是像我们在繁蜂的季节嘛，然后可以从观察箱看到那个蜂网现在正在产卵。那天阿文还不太习惯面对镜头交流，但他在镜头之外讲的可不少。他首先以北大新闻与传媒专业本科生身份对我的选题眼光表示了赞赏。他说拍出一个北大新农民的勇气、灵气和仙气就好，不准拔高，不能贬损。然后他又以西班牙爱意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身份对我的项目进行了商业评估。他说能够记录他这样的人物应该是一个导演的幸运和幸福，如果有一天他像李子柒一般火了，一定不会亏待我们。阿文一席话说得我和同事们更加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对于我们的拍摄，刚哥从心底里有些抵触。他悄悄对我说过，阿文原本晚上打游戏，白天自然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弹吉他、看晚霞，不干活倒也不添乱。现在突然变得勤快了，反而增加了员工的工作强度，因为他定的钉子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拔出来。在刚哥看来，北大姑娘在山村甚至赶不上割草的老大妈。刚哥看不惯阿文，但他很珍惜阿文开出的薪水。
那陈，你陈师傅，你觉得今天的藤菜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就说你炒的啊，我边吃边闻。嗯，还可以。嫂子，你不要这么嫌弃嘛，来一根儿。这个怎么样？好吃。田师傅，田师傅，哦、我看一个春节不见，你稍微长胖了点嘞。胖啥子胖？耍起屋头。天天在屋头待了十几天了哦，几十天了哈。哎，有个多月了。晚霞最美的那个晚上，我一冲动就犯了一个可能是这辈子最严重的错误。我和阿文正式签订了跟拍一年的契约，谁喊停谁就违约，谁喊停谁就赔钱，至少几百万。我想围绕他记录乡村变迁，他想依托我先卖蜂蜜再卖螺蛳粉，时机成熟再弄几枚火箭卖一卖。我从此深陷武陵山难以自拔。大佬，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好好，来了，马上过来。